Hello， 大家好，你们猜一下我今天在哪里呢？对的，今天我是在宝马的 showroom。大家可以看到，我现在坐着这一辆就是 7 Series， 里面又美又帅，真的是每一个人的梦想车。非常感恩 BMW 天翔给我们 YG 有这个机会在这里做 Monthly BOP 还有 Monthly Meeting。 那接下来我们的 flow 是这样子的，大家拭目以待。欢迎大家来到 YG 的 Monthly Meeting。 接下来这个时段呢，我们就邀请我们的 co-founder Tryson Dan 来为大家来讲几句话。YG welcome to 我们的 Monthly Meeting 在 BMW， 耶、所以今天来到 BMW 呢是我们的荣幸啦。我希望大家看了这 BMW 会给你们很好的 inspiration。 最重要是现在是11月了啊，11月12月一定要大大突破，这样子你们就可以把 BMW 带回家。